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盒马赴美 Martin。 随着平台知名度的不断扩大，我们的房源类别也越来越多。之前一套森林湖的湖景别墅，后面盖码头的非常受欢迎。我们今天来拍摄一套由华人投资的，在纽珀海边的一套海景别墅。那这套房子距离海边就是差不多走路也就二三十步路吧，二十米左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套三房的房子，一楼是车库，二楼是三个房间，客厅、餐厅，然后三楼有一个带烧烤的露台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入户门是在房子侧面，这是入户门，全屋是木地板。上来之后，左边是三个房间，右边是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我们先看一下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这是厨房，屋主是按照度假民宿的标准来布置的，还提供了红酒架。盒马平台上所有月租的房都提供基本的床上用品、厨房用品，锅具一应俱全，布置得很温馨。餐桌，然后客厅，这客厅带阳台的，这阳台是可以看到海景。我们一会儿去三楼露台的时候再走这阳台，先去看一下三个房间。这是第一个主卧套房，最大的房间，卫生间是在房间内。卫生间和房间内部都有一个采光的带玻璃顶的采光区域，感觉很亮堂。这是主卧的衣帽间，我们再看一下两个次卧，两个次卧是共用卫生间的。是第一个次卧，带移门的衣帽柜，玻璃门后面就移门衣帽柜，采光也不错。这边有另外一个次卧，放了两张床，玻璃门也是移门衣帽柜，看上去像四张床，是一张两张床，采光也很好。然后两个次卧共用的卫生间、淋浴房，然后卫生间旁边是洗衣房，上下一体的洗衣机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三楼露台，露台是可以看到海景的。这里距离我们常去玩的一个海滩非常近，我一会儿指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是通过客厅走到二楼的阳台，这里就能看到旁边的纽珀的码头。好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通过阳台可以上到三楼天台，非常蓝的天空。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海了，看得很清楚。是三楼天台，放的遮阳伞、沙发，还有烧烤台。在这个位置，我把镜头拉近一点，有一个像灯塔一样的绿色的建筑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餐厅。我经常去这个餐厅吃饭，餐厅前面也是海，这里距离海也是很近。好，这是盒马赴美 Martin 在纽珀拍摄一套海景的度假别墅三房，平台上各种性质的房源也是越来越丰富。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